朋友们好，我是走遍全球桂强方 N 次到贵阳，我大学就在贵阳读完的。今天呢再到贵阳也感到非常的振奋，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开心，而且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看到了今天贵阳的发展和变化，看到了贵阳的崛起和存在。贵阳这山东建筑是世界贸易中心，是贵阳的未来的地标，也是贵阳的繁荣的象征和实力的象征。我们再看这一组建筑群，就是未来方舟，它的总建筑面积是720万平方米，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超级大牌。这是展示了贵阳的实力，贵州的实力，它的承载，它的发展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。我们再看这一边的这个建筑，造型优雅，设计独特，风格俊逸，是贵州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建筑的感觉。啊，这种大桥上面呢，我们还看这个右手边还有不少的建筑群，有一栋栋的这个酒店、超市。啊，还有呢，很多的办公楼宇，还有很多的商场都集中在这一带。这是贵阳的新地标，是贵阳发展的未来，也将会展现贵阳的长久的存在和它的发展的实力。我们相信，贵阳的地产将会在新一轮的挑战当中接受巨大的考验。将在新的一轮的发展中找到它发展的未来，找到它发展的前进的步伐，而趋利避害。贵阳，我们充满着期待。贵阳，我祝福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，展示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，展现一个具有聪明、具有永恒生命的城市。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贵阳的美景、美色、美丽的风景，谢谢各位朋友。